2100旧合约新址都算26年。今年的新址专题就会将镜头带到后山推动烟。推动烟的政治板块结构浪太高了。不过，一摆国民党讲力争推动去新烟种，不让共党杨庆林接任王建廷来继续一个蓝色执政梦。也是讲刘超虎有机会跟蓝田变绿天。台中跟现场交本现站报道的主持人陈彦祖。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边九合一县级专题年历报道》，我是陈彦祖。另外，带您来看到后山台东县的县站情形。今天呢，先来看到台东县的松一街县情。国民党籍的王建廷，韩国有民进党籍的刘超虎，今年两九年的严重县级是夹到头一摆外来上榜。今年的王建廷是赢的刘超虎有5000人票。都为你让一些年的时间又黑加掉出来线。王建廷第一公司得到的6,470票，代表率是57.41%。那我们的刘超虎得到的53,860票，代表率是45.59%。给王建廷黑羊的刘超虎差不多有1,000多票，顺势连任成功。再来呢，我们看到今年台东县的县长情形。推动严重县级一百总共有5个参选人，国民党会推出的现任议长杨庆林，民进党呢是在过去现任立委刘超虎出来选，党内不但是国民党时的前院长龚立珍，每五江苏都动议处分坚持外出来选，跟其他的韩国瑜、彭建贵、韩国瑜、王一斌也两个，无党时的参选人，跟推动烟友好代表人数是18,000+人。一般来讲呢，是南洋势力比较强，海南台。不过呢，去台东县的民进党亚拜公职位现象，都会形成蓝军分裂的。然后呢，亚拜公职阵因为坚持出来选，蓝军的可能这个出现分裂的情形。去县县的七百里刘超虎，第40年来从其地台东经营，蔡天燕都懂支持。亚拜呢，其他的党有希望做得先到严重。不过，近年民进党中央执政见受到太大批评，尤其是年金改革，甚至到军工高限那不满，既然留有可能会这个回归基本盘，故所推动建中先前是极非一般一般，那年都不敢讲也得天错危险样。三两年就看到 NA 专题报道。从天鹰演奏王建廷书号，结果成绩报象征传世。作为扮演台东县议长的杨庆林，很出上述五省级认证，提出包括了观光良好、农业创富、经济创能、文化价值、教育反转、社福关怀一条绿台方向，也带领台东行业三点两班的国际幸福都市。台东在过去8年半，将近9年的时间，由黄县长团队所执政的，我们是以观光为我们的火车头。庆林将继续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施政方向，让观光成为台东所有经济领航的火车头。在推动经过的七百地方县站的县议员刘超虎，在希望是加起推动梦的推数，提出文化立业、优先农业、新创基地、南岛速度四态方向，而带领推动变做出了享有梦想的业，实现梦想的所在。台东是一个可以让人实现梦想的地方。那过去13年，正好有一个完整的中央的历练及地方的这样的生根。我们相信我们有这样的条件、这样的能力，能够领航台东迈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前进。有乡亲的鼓励，我会勇敢去面对。强烈坚持自家信念，本国民党快速当选的前院长康立哲，因为国民党辜负的基业落功吴君立，突然登基参选。虽然不是服务处，都一下也无转到台东来做竞选的法托，则持续透过庙路来发表政见，在陪伴大家走向台东未来的辉煌。现在台东的市民积极，上演都是南北绿台，民进党在安道摆创业的公职选举，都是因为南权分裂而赢的。本台刘超虎的地方经验都多数都好评，不过按照民进党中央传统的年金改革一条政策，本国民党党内危机感加重，地方各派呢都可能表现恩业来表现事业，
普贤的官铺很个讲拍个，虽然抗日阵的路过唔坚定，做杨庆林校园飞的总飞座，一几下摆公开支持杨庆林。不过当你派呢，咁真正做得真哈成功，我系现在的关键。佮咩讲亲完美的一个候选人的条件，但是呢，大家看到讲民进党对安尼八项安坏，所以讲我等下摆，再怎么说也是要投他啦，含泪投票。我就立个加一个票，赢很知道。平日拢无。今仔现讲，准今日来个天数吼，都要到。今仔讲，安尼样样的不按准计都无一天啦。虽然这次刘超好，因客家校园飞容易飞涨的刘年立，声音比台东三姑有一句话念出名，跳摆单色支持南洋。如果刘超好的立委引起对普罗的关怀的行托，都比原住民系列立委行好。一摆甘州的拿到原住民的线条，我系民进党甘州的拿下台东县的关键。我是原住民，长期以来吼，投票差不多80%-90%就会革命党诶，多的下好像很难转变。同样有效的大票的人数，大概18,100人。只有投票的票数在6万票边的足足的压，不过各种对两党候选人不利的因素，也是值得推动严重的选情侦查唔太。无多亲民，无法看得出民意会压，民意会输，输赢可能将系几百票天天。下个新闻陈玉敏，推动不妥。看到你亚拜推动严有内地候选人高票，也就看到亚拜推动严候选人的下架政策。你推动18万选票渡空，下年差不多徛在了顶上。第二排现在当中，用台东的产品人买都好，同客家都有同什么关系？国民党时代牛经理是南洋客家台路牛英奇的台湾爷，那我们民进党时代刘超好是高雄闽南的客家仔郎。每一年家调都提出了客家政见，为传统推动有海外友善的汉语环境。第一国民党客家海文会初次发通党国，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肯定牛庆年的书，太马古上的很东西。在客家界批评一个为五百乡，呼吁客家乡亲要团结支持。我们客家子弟自己有好的人才，也希望大家不分彼此来支持牛庆年，好不好？好。安东江总召。那么，第一民进党客家海运会的初次发通函。后飞辅助委杨长正在批评，杨庆年的阿爸姚英奇，弟弟魏英瑞唔是为客家而出生。俺是谈到了生意，有英雄，就爱提倡客家人才，保存客家。所以啊，无客家心，佮天国系白干，你切个妹啊，客家都搞到离离啦啦。将全英人口太快量产的客家选票，对推动的竞争度，当作影响动态。两党主要的候选人一会偏用客家西郎、老客家妹的身份提出相关的政策，啊，争取客家乡亲的支持。当都好的，有三人都用客家学客家，也是唔会讲客家的经验，啊，推动客家友善的行业环境。像庆林这样子的客家人啊，给客家人呢，唔晓得讲客家话吼，懂排些吼，那希望能够有营造更好的客语环境，让我们的客家人能够以讲流利的客家话为主。我是第一个要去上课的。也还稍微你不会哈哦，讲客家话的反应不是那么好哦，不是那么好。然后我们在公部门、在家里、在社区、在学校，我们讲客家话的环境不是那么的便利哈。不过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越是要创造出那个友善的环境。除了语言以外，杨庆年也提出了本客家台戏艺术下协，留啲客家面色，用英文式精神一条。刘超豪先提出发发客家空间，期盼文化自然建设，来扩大客家业务等企业营业，来预算也得增加。客家事务科里面，它的预算我们希望能够再加以充实人员我们组成一个我们县级的客家的咨询委员，较偏远地区的艺文硬体设施完备起来，让客家大戏可以到乡下，而不是用搭建野台戏的方式。同样是全台族群最多的演出，就算行业的人口是少数，
按照院内院长、院长都是由客人来做。一因为按样客家政协天天变做各青人主要政协之一。中港侦查唔贪，相互兵来兵去的宣战度，差一丝丝的就侦查同多。客家新闻陈启明，台东不妥。一台东泉县呢，就算有两三黑客人，不过第十八届陕西市的演艺人都方抢有一类黑客人，也呢也比一类客家市的意见认真转弯跑脱，唔爱再过出来先呢。当呢也排第十九届演艺人选举，应该会选出三十一席，总共有63名人第一外来参选，其中黑人占3名，分别是提升级的姜俊杰同陈运平。当年韩国有提示先期始终的林金发，韩国的亚三美客家市的参选人都会头一摆外来选议员，也要做得再高提出客家政见同客家发展目，大家没多关心。由连胜文主席为亚的党内民生批点，第一访问市场都一摊摊的阿叔摆票，国民党中生团的姜俊杰，第有名人天数下争取不认得，中共新人要参选人议员。同市为主的体育县级，应该先出实习演艺业，只有2023年登记参选，又按照现役的职称演艺业申请党籍列。同市做大票的县民，总共73人，往年演艺业的县级，大概2000多4000票就做在当选，这么2-3个行业的县票，而当选演艺业应该同拉。其实当时的强军贴主要诉求是上市台，而改善体育环境，更加希望来做客家乡亲的团圆人。可能路灯不亮啦、啊，或是马路，那么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其他的。那我想我们客家人就是要团结一下啦。我会想要在台东当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代言人。中央是体育县级，上年服务性出名，推动司法统一之途，也是移民署台东站的专业，也是行业的陈运平，虽无当政之年的天数，不过强调是个26年公务人员的生涯的经验。了解政府运行的方式，做得监督、杀伏职业，做得更加好来运用。把这些比较少的这些资源花在那个刀口上。那因为我在政府机关，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也知道公部门怎么样把钱浪费掉的。那这些都是要一个很好很好的监督。第一张候选人刘超豪的慈善黑文飞飞草，昨天抢黄色奖牌林锦发，闽南裔大嘴鼓摆票。推动行业人口最密集、比例超过35%的慈善关山六甲老海段的四个乡镇，做得搭配的县民大概11000人参与，应该先出粮食的意愿，一下都是每行业的关山人来做。故说是慈善业，又是行业的林锦发，就提出的客家政协诉求，客家太团结，用新人来挑战现役的两个老议员，我哋33年度变前2名。你演政府的地位哈？关于了客家政策业务咧，只是一个科室而已，还没走得从外围改县市提升它的层级，真正落实照顾到印尼啊客家乡亲。其实哈，中央推动主要的地方政策派呢，吴王亮派都是行业创派呢，头摆也都做过嘉义的院长、议长，以下连一些的行业的议员都可能没办法产生，看得出推动政策前的客家影响力一直一些。本二十。红落选落去吼，推动安二站30至40地方度吼，照比例差不多5-6%，那是啥拢无？就是无嘛个正常个现象。客家社团干部董少，行业的政治人物无办法出头，后生人做行家唔是表示是假行业成分，推动客家肯定不会行家本人看唔到，出权的辩解也不会行家唔清楚。客家新闻陈启明，台东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台东县县情分析。还能到详细的县政消息，请继续收听各级的新闻内容。今夜呢，就同江头高凡主播。多谢演奏，闽南人带来闽南一百九合比县级推动县的县政情形。听过你的县政总体，我们来分析云林县的最新县情。